闹，打开中国人见笑，共青团挺他，两岸一家亲。以下人数是属于台湾的还是外国的？马丹娜、李千娜、欧阳娜娜。你轻一点。嘿，来十八岁的欧阳娜娜表态中国人少了三天，就在娜娜23号接受央视中国电影报道专访，说了：“其实我都是中国人，让祖国为我们骄傲。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中国人要帮中国人。习大大果真说到做到，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立马转发娜娜的受访内容，期待更多这样的声音。两岸一家亲，犀利，还特别 hashtag 两岸一家亲，共圆中国梦哦。看来娜娜短短三年在中国狂捞无意的饭碗和前途，暂时是保住了。娱乐动新闻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报道。10前面被订阅成为会员，会小呵呵独家影音，呵呵呵呵。来注册，宝妙在这。